剪线，第一个就是剪线剪不断，那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角度还有剪得的锋利程度可能动了。那我们一般这种剪刀的话，我们会在这个剪刀的头上会垫一点那个3M 小贴纸或者是垫片，垫在上面的话，它用这样子的话，它就会剪得会好一点。就是在这中间这个缝里面，对，就垫一点垫片，对不对？让那个两个刃隔得近一点嘛。卡的。这就是有可能剪不断的时候。